我们来看这手牌啊，这手牌前面都 limp。看看有没有人做个大的 raise。哦，我们的中国老乡做了一个340的 raise。哦，我们的日本老乡77跟注。这集主要是来看美女来的。哦，我们美国老乡98也 call 了 flop 275。我们的日本老乡中了 side， 我们中国老乡 check， 日本老乡也 check， 满 fall 一张方便4。我们的中国老乡有买花的，哇，中国老乡半 bluff， 后门方片打了2000。我们的日本老乡要不要做个 raise 呢？这虽然有顺子啊，36顺子，但是77有一张方片呀。哦，合牌一张10。哦，我们中国老乡要 bluff。满池没有满池，打了4000，接近满10。哦，我们的日本老乡77，这 happy call 呀。中国老乡还是很大气的啊，虽然输了钱。